抓紧时间进场。下面呢是第六届杰出华商颁奖暨艺人晚会的大会主持人王彪先生。本次大会的共同主席胡子修先生。还有本次大会的共同主席陈浩先生。让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，对我们台上的八位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学校的学生们，我们对他们也是表示感谢。